大家好，我是一次班的李嘉怡，今天要做一个关于磁石的实验。我究竟磁石可不可以在天空中飞呢？我就觉得可以，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坐过潮流列车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。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那些材料。首先有一支粗的饮管和一支幼的饮管， 一粒大磁石和一粒小的磁石，还有胶纸的。我们现在开始了，首先将幼的饮管黐在小的磁石上，记得个 N 极要向下喎。之后再将一支粗的饮管黐在大的磁石上，个 M 面就要向上。咁就将支幼嘅饮管摆入去粗嗰支饮管里边，大家睇下，幼嘅饮管浮咗喺粗嘅饮管度。咁根据我哋嘅实验得出嘅结论，磁石系可以喺半浮喺空中嘅，原因系磁石用同极相排的特性，就算我都会带走的。多谢各位。